是来自黑土地的草根艺人。台上一张笑脸，一身功夫；台下为梦打拼，变身伤痕。二人转，帮他们转出了更大的舞台，转出了人生的尊严，转出了崭新的梦想。追梦之路有多长？转出好人生，向您讲述。锣鼓一响，好戏开场。您问我啥戏？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呢。从五月到八月，30组优秀的二人转演员齐聚北京，转出功夫给您看。想找乐的，您往这儿看，二人转演员都是段子手，专治各种不开心。想看绝活的，您往这儿看，二人转讲究说唱伴舞绝，演员们都是功夫高手，那绝活胆小的您都得闭上眼。想听戏的，您就更得往这儿看了，9腔18调72嗨嗨，总有一款适合您。就从此刻开始，就在这个舞台，二人转演员要挑战斗功、拿手功夫、即兴功夫大比拼这三道大关，争夺当期的人气最高选手。讲出好故事，转出好人生，挑战马上开始。转出好人生，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那么首先呢，让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表演艺术家潘长江老师，感谢您的光临。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点评嘉宾，国家一级演员、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淑平老师、洪长江老师。我不知道这经常看电视的朋友们看到我们潘长江老师和严淑平老师在一场，很不容易啊！我是有想法的，为什么呢？因为20多年前，他们两位就是老相好。哎，我同意。不是，绯闻是这么出来的啊？不是啊，不是那个老相好。我没说完呢，我说的是在戏里。1996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潘长江老师、严淑平老师两位就表演了音乐小品《过河》，堪称经典。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重逢了，朋友们，难道你们不想回顾一下经典吗？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出得非常非常之好、啊、虽然没跟您打招呼，但是我们那个编舞我们提前编好了、我们就知道您那脸薄，不会拒绝我。非常感谢明星能给我跟淑萍提供这么一次美好的机会、让我们俩在这个舞台上重新见面，重新演绎一下当年我们俩的经典之作《过河》。我在这站着，我这么有点别扭，感觉像第三者。我让你站着特别多余，赶快下来。对。哎，有船吗？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哥哥你要把河过，先要对上妹妹的歌，妹妹的歌。不问花儿为谁开，不问风儿为谁，问你带着什么来，为啥要过我的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燃起红红的火，妹妹快快让我渡过你呀的河。船悠悠水中过，花开河面层层过，层层过，采一朵水莲花，妹妹送哥哥。
歌，敲敲花儿敲敲树，甜甜蜜蜜洒满河。敲敲花儿敲敲树，甜甜蜜蜜洒满河。两位老师这么一唱，大家就知道什么叫相好了吧？啊，不是，什么叫相当好？咱年初评表演的《过河》，小品《过河》，1996年，现在已经20岁了。那个准确的说就是用二人转的一个曲牌子，叫我自己的一个曲牌子，给它演变过来的。我家在路北呀，营地在路南呐，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所以说，它跟这个我们这二人转文化是分不开的。二人转是关东文化的一口奶，你想了解关东文化，这口奶不吃，你就不敢说你了解关东文化。是的，二人转有一男一女。男是丑，女是旦，女演员像一条线带领着男演员在舞台上，一旦一丑，旦是一条线，丑是一条线。小姑娘这里不怠慢，尽情穿起小张郎啊，跟你说句了玩笑话，是你别害怕别发慌，小姐命我传书简来请先生有事相商，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银座还当官啊娘啊，看罢书简明白了，跟随红娘走书房，穿着月月来得快，来回迎迎女儿红妆，回老夫人来，哎呀回老夫人知道我了，当时气得脸儿焦黄，怒气匆匆把楼上开口大骂，小蟑螂当初你搬来那白马将把我母女得安康，为了本把你请请你西厢，你文章发着文章你不念私定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本婿，我女儿薄嫁贫家郎，是要想做繁华作业除非金榜美名扬，好巧别红妆，花去长安去科考，天生得正状元郎，六里宴请英雄会，五方楼上把名扬，四方金银胸前挂上三杯御酒干今儿王，两匹宝马来报喜，一路迎接再次感谢。现在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斗功大比拼。第一关，斗功大比拼，二人转演员们必须现场挑战三位全国最不爱笑观众。每一组演员上场，三位最不爱笑观众都将分别得到10个由君乐宝乳业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每个价值300元。比拼中，演员每逗笑他们一次，就能从他们手中拿走一个君乐宝健康乳品大礼包。反之，大礼包就归这三位观众所有。逗乐高手能否逗笑冷面观众，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最不爱笑的三位朋友已经坐在那，这么热烈的掌声，你们仨都不笑啊？逐一的问问吧，好吧？啥原因呢？这么不爱笑啊？阿姨您好，您是从哪里来的？是做什么工作的？做义务工作的。那您为什么不爱笑呢？我平时看这个相声和脱口秀看的比较多，所以说呢，就笑的就觉得太累了，不笑了。中间这位美女。我来自北京，我平时就是从事综艺节目的电视工作者，看综艺节目呀，网络上的段子看的比较多，有点审美疲劳了。边上那小伙子为什么不爱笑？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在学校呢我笑点比较高，他们一般给我讲笑话我从来都不笑。那我就非要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这个斗功大比拼几位选手能不能把你们逗笑。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
那行了，那许仙白娘子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们是来打仗的，我们是来挑战的。对，我叫张欢。我叫笑笑。许仙白娘子背后到底什么故事呢？咱们先来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我们俩和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喜欢热闹。啊，打篮球呢也是我老公其中的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爱好。我呢也特别喜欢看我老公打球，我感觉他打球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帅，特别特别的男人，特别特别的爷们儿。来来，掌声！好帅呀！哎，爱篮球，爱自己，爱上欢哥也可以。有很多朋友都笑话我们说，看你们一点也不像二人转演员。但其实呢，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二人转演员。至少有几首歌给我安慰。我们对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上班就在赚工资，到点了。二人转这个行业当中，作为大学生来唱二人转，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稀有的。在舞台上，我们呢，尽量的多努力的创新一些，与现代人啊，还有舞台上流行的元素多一些的节目，展现出一对非常奇葩、非常独特的二人转演员，他就是张欢和笑笑。大学生二人转演员，二人转演员当中的文化人啊，那么两位准备好了吗？面对三位不爱笑的观众啊，男人嘛，老婆，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你就放心的走吧，不是下去吧。大姨，你好，今年高寿？70。大姨，祝你身体越来越好，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轻松延寿99年，长命百岁，子孙满堂，硬硬邦邦，万寿无疆，吃嘛嘛香。没笑，哎，你这套都不灵。不过我有问题想问你，嗯，你知道什么叫幸运吗？不知道。就是你从房子上掉下来，底下有个草垛子。啊，你知道什么叫不幸吗？不，草垛子上有个叉子。你知道什么叫希望吗？你没掉那个叉子上。你知道什么叫失望吗？你也没掉草垛上。哥，你今天这么给我鼓掌，我谢谢你，行不？交个朋友好不好？好啊。好啊，你先借我10万块钱。让我考虑考虑吧。考虑考虑，来哥，击个掌，来，拥个抱，开心快乐。最重要，好吧，来美女。哎，怎么了？你这你是谁？哎，谢谢富哥。我跟你说，我连他表演我都没敢看，我就盯着你这张脸呢，笑一次礼包就归人家一个。瞅我，击个掌！我替你拥个抱。那个，谢谢美女，美女长得真好看。哎呀！哎！你说长得好看受不了了？哎呀，这也没什么可乐的。这小伙子戴眼镜的，人家夸美女好看，你笑什么？啊，你笑什么？我就没觉得她好看。哦、他就没觉得他好看，击个掌还没抱不抱？抱不抱？你来，谢谢大家，谢谢。刚才张欢的斗功大比拼环节呢，中间的这位美女被逗笑了2次，边上的这位冷面君被逗笑了1次，你得到了3个大礼包。他们被逗笑了3次，你成绩相当好。作为二人转的一个演员，过去来讲应该叫下装，其实就是丑。在现如今的所有的二人转演员，他的逗笑本领我觉得是新颖了一点，头型尤其挺酷。你也是我见到二人转演员穿的最漂亮的一个。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挑战选手。哎，我说这位穿金戴银还披着个貂的土豪先生，您姓甚名谁呀？经理，毕老师，我不是土豪，我叫苏豪。我跟其他演员可不一样啊、我这个人呢有派，我自驾过来的。来，秘书出来，把车给我开下去。等会儿别着急，来，把貂皮给我拿好，慢点啊，掉毛。再等会儿，拿这个
把车给我锁好。面前三位不爱笑的观众，是你现在最大的目标。是，怎么把他们三位逗乐，是体现你硬功夫的事。今天能来到专出好人生的现场啊，我打肚脐眼，我打心眼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见到了傅玉龙，多年的好朋友。昨天晚上做梦我都梦着你了。真事儿啊？嗯。梦着我啥了？我梦见你。别。那要不然就别说了啊。什么叫我想听听？当然想不想听？想听也不能说，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啊。龙哥，我特别佩服他，两口子之间关系特别好，这么多年从来不吵架。哎，你是怎么做到的，龙哥？我觉得男人嘛，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老婆宽容嘛，对不对？咦，拉倒吧，嫂子早就偷偷告诉我了。啊，嫂子第一次去龙哥家串门的时候，龙哥家养了一条狗，这条狗特别凶悍，看见嫂子那是玩命的在那叫我。当时嫂子非常温柔的对狗就说了一句话：这是第一次啊。这狗还在那叫，嫂子又好了，这是第二次啊。这狗没完了，越叫越厉害。当时嫂子二话没说，上去给狗咬了一口，咬了一嘴毛，给狗咬跑了。当时龙哥不愿意了，就指着嫂子就喊：你有病啊啊，好好一条狗你给咬跑了，你是不是有病？当时嫂子非常温柔的对龙哥说了一句话：这是第一次啊。从此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有吵过架。苏杭，你信不信我咬你一口？大家都笑了，你看就前面这三位冷面军呢，就是不笑我。为什么不笑，朋友们？因为他们前面看这个礼包，如果他们笑一次就会给我一个，对，换我也不笑啊。但是我今天比较大气，你们不用笑，到我这儿啊，你们鼓掌就行。哎，你们鼓掌，我给你们送大礼，苹果笔记本。你还真是土豪，你们家苹果笔记本都装进乐宝酸奶箱里。你们仨今天谁给我鼓掌，我就把这苹果笔记本送给你。阿姨，你信吗？苹果笔记本。信。您给他鼓鼓掌。对，好，阿姨鼓掌了，苹果笔记本送给你。来，拿着苹果笔记本。阿姨笑了。一个苹果一个笔记本加起来不到3块，他糊弄走您300的大礼包，你看。谢谢。哎呦，我觉得苏豪其实特别不容易，因为让我们这阿姨笑了。我不知道淑萍，你们对逗前面说口你们怎么看？二人转的这种说口其实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因为他要把这个包袱甩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选手，你看他不慌不忙的，他把最难笑的一个阿姨给逗笑了，这就说明他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最大的胜利。谢谢老师。谢谢。哎呀，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两位，怎么走那儿去了？不好意思，我原来是乐队，就走习惯，一习惯走那儿去了。哎，看着这个乐队就想找同伴。大家好，我是魏二。我是田和。从原来乐队走到前台来，对，这当中肯定是有故事的哈。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和我的搭档，也是我的丈夫魏二，每天都要在各个演出的戏院忙碌的转场。魏二以前是一名唢呐演奏员，他很向往站在华丽的舞台上，虽然台前幕后只有短短的几步远的距离，舞台对于他来说却是遥不可及。想当年我们俩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对，我坐这位置啊，为了偷艺，我拿着录音笔偷偷录上坐在台上演的节目。哎呀，当时为什么坐在这儿呢？那有个音响，相当近了，录得非常清晰。对，我们俩悄悄的，怕被服务员看见。结果呢？还是被人发现了。我的录音笔被人没收了，录的资料没了，就连我以前录的资料都没了。我们在二人转的舞台上，从一对新人到渐渐被观众们喜欢，不停的努力，都来自于我们对二人转的喜爱。二人转对于我们来说，大概就是所谓的梦想吧。斗中大比拼，挑战开始。我先给这场的朋友们讲个笑话。上早市买菜，给你卖菜的还讲价。是吗？哎，你这豆角多钱一斤？2块钱。2块钱太贵了，便宜点行不行？5块钱二斤卖不？这句话说完给卖菜都整懵了。
两块钱一斤我都赔一千呢，这五块钱二斤我不能卖呀。面无表情。不是，他们都笑了，你们怎么不笑呢？他们就是那卖菜的。导演呐，你这剧组找什么人？被点穴了？没听懂，再讲一遍。啊，没听懂啊。再讲一下包。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就是说卖菜的懵了。懵了。两块钱赔钱。赔钱。五块钱二斤不能卖。不能。你看啊。我再讲。不是，你再把头抬起来，姑娘。哎，你也笑了。其实我想说呀，真不是他俩给我逗笑，关键旁边这个，你觉得他可笑的吗？又笑了，又笑了，又来一次啊！太可笑了，再讲一遍还能笑？别讲了，你就会这一个笑话吧？你说大家伙都来乐回来，你说你跟他憋呢？拿下！禁不住诱惑，哎，美女呢？我也给你唱首歌，为了表示你刚才对我的慷慨解囊啊。对对。那我给你唱一首歌。唱首好。不用不用。不是要你那个，刚才给我这个，我非常感激。完，我给你唱首歌。你要是感激，我就别唱了。我给你唱一首《找个好人嫁了吧》。帅哥，也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慷慨解囊，给你唱首歌。好的。给你唱上一首。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人。喂，你别动，你别动，人家下辈子他做他的女人，你笑干什么？我替他高兴。下面给朋友们也介绍一下，这我的搭档，说实话长得吧有点对不起大家，让朋友们见笑了是吧？说啥话？咋说话呢？怎么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瞧不起我，唯独你不可以。为啥呀？你忘了以前你娶我时候费多大劲了？对。那家伙和我们屯的30个大老爷们决斗了7天7夜，最后才娶到的我。你跟大伙说有没有这事儿吧？谁输谁娶她。给上，给上。我跟你说，想当年也就我肯嫁给你吧。怎么了？你都忘了你家穷啥样了？过去这说他干啥？那家穷的叮当三响啊！他家搁10个大3、9天就盖个口罩睡觉。太夸张了吧！吃饭连饭碗子都买不起。吃饭买不起饭碗。但是他爸有脑瓜的。怎么的？木匠出身，那不有抗炎吗？咵咵咵，扣10个小洞。他妈更狠。一到吃饭的时候，左手拎个水烧，右手拿个水舀子，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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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再瞅这哥10个，一顿造，吃老香了。你干啥呢？喂猪呢？不是，我那意思说吧，那个年代孩子多，能不能不玩我？别玩我，行不行啊？别玩我，行不行？谁玩你了？上来你要不是埋汰我，我能说你呀？咋的？我警告你 ，V2。怎么的？别说我们俩结婚2年了。对呀。不要惹我，那捧点唠呗。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他。哦，谁？我前男友。说清楚谁？快点说。哎呀，说呀。毕明鑫。还有意外收获。我记得，我和我的小星星，是在一家早餐店。吃豆腐脑认识的，他对我非常好，出手也很大方，每次都多给我要一碗豆腐脑。我们俩的感情非常好，好的无法形容，甚至即将步入了结婚的殿堂。但最后我们没有走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嫌他年纪大。大多少啊？大7岁。7岁不算大，比我爸大7岁。可是在老妹的认为，只要是两个人有感情，年龄并不是问题，并不能让我容忍的。他竟然骗我，他结过一次婚。哎呀，还有一个儿子。他儿子比我妈大3岁。不好意思，毕老师，我就为了逗这3位笑，我把您豁出去了，能原谅我吗？不是，我呢就是谈不上原谅，但有一点我坚决抗议。我是比你爸大7岁吗？不是，我比你爸大8岁。能看出来他俩的表演功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真的祝贺你们，因为今天你们看到你们的成绩，8个大礼包，他们3个的笑点真的是非常之高，不错，加油啊！
大家看我们刚才潘老师一说起窦工来头头是道，窦工也是咱潘老师的这拿手好戏。今天来到现场，朋友们，咱们是不是得让潘老师展示一下窦工啊？前阵我们看北京卫视您那个二台时代特别好玩，咱能不能以那个角度比方说我演一个育儿频道的记者哎，我来采访您，咱们名就叫东北老爷的一天，可以啊。咱上舞台上说，咱上舞台上说。欢迎哄孩子你谁呀、啊、对吧。哎，没孙子咱们现场能不能临时找个孙子。哎，我叫傅玉龙吧。说这还被您说中了，我平时强项就是装孙子啊。那我得打。喜剧表演艺术家潘长江接下来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逗乐表演？他究竟能把不爱笑的观众逗笑几次？更多欢乐等着您。来呀，敢不敢吃？再转一个。什么东西？我能不能转？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老爷好。哎呀，谁来了？来，谁啊？哎，潘大叔吗？哎呦，哎，您是？潘大叔您好，我是那个育儿频道的记者小毕、啊，因为我们征集最会育儿的爷爷奶奶 啊。那个你那个邻居说，您是在育儿方面特别有经验。你算找对了，是不是？真的，我在这方面确实有经验。哎，那我真的，你看这个，你看我这孙子吗？您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可以吗？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那咱们先从什么开始？您这样吧，咱们采访三件事吧。啊，三件事。第一件事先吃饭，第二件教他认字儿、嗯，认字儿。第三件让他睡觉。这最难办三件事，咱先现在开始。孙子，来呀，该吃饭了。不吃饭。我就喝君乐宝奶。你今天好好吃饭，然后老爷带你去海洋公园，咱去看鲨鱼，行不行？那吃吧。吃饭啊，面条。不愿意吃面条，老爷。必须得吃面条。想吃肉。你看你现在都胖成这个德行了，怎么还吃肉？不能吃。姥姥说了。吃肉才能像老爷一样长大高个。听话，一定要吃饭，不吃饭孩子不健康，懂吗？啊，来，来呀，你先吃，尝尝好吃吗？我先尝尝。你先尝一口，来呀，你小点口。老爷，你再尝一口。我说老爷真好，让尝就尝。老爷好不好吃？好吃。好吃都吃了吧。你小子现在胆肥了是吧？啊。你在玩你老爷？老爷明明喂你饭嘛，你让老爷一碗面进去了。潘大叔，您这就是您那会让他吃饭。我孙子。吃饭不是他强项，认字是他强项。跟老爷一起念啊，杨柿子，杨柿子，好孩子，家巧，家巧，扑了蛾子，扑了蛾子，好孩子，老爷就是有文化，到了，对啊，你要这么再教下去，您这孙子要上学时，我估计这语文老师得辞职啊。字儿就绝对不能这么教，咱换教点别的，教点别的。孙子，教你认颜色吧，哎，好不好？认颜色，好不好？认颜色。哎，雀黑，通红，好孩子，聪明吧？这非常聪明。来呀，接着来一个。不行，行，没了。别教了，你再教起来，人家会以为你这孙子色盲呢。哦，对，是不是？这个一般，这个像我这种有文化的人啊，对，一般教这种东西都是没问题的。对，你放心，你看我孙子这个母大三粗的样子，长大绝对是一块好料。但是您这两项我看都不太靠谱啊。我最靠谱、最拿手的是哄孩子睡觉。龙龙啊，哎，到点了，你该睡觉了。不睡觉，睡觉老爷得给我唱歌。习惯了，
他每次睡觉的时候，我都给他唱摇篮曲。嗯啊，行，老爷给你唱摇篮曲，把这个瓶奶先吃了。我姥爷唱歌可好听了，他一唱歌，隔壁村驴都不叫。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小宝宝睡梦中。我姥爷自个儿把自个儿哄着了。哎，那傻大个儿，你陪我玩会儿呗。谁傻大个儿？行，就到这儿结束了。啊，就结束了。演的好不好啊？咱下去吧，这啊。真睡着了，这是。哎，我说潘阳啊，你啥时候来的？这来就来吧，你们还把孩子带来了呢。小石头在哪呢？小石头在哪呢？我的很多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头也吸收了很多我以前学过的二人转的一些表演，一些精粹的东西。所以说，二人转给我的益处是很大。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拿手功夫大比拼。在二人转当中呢，讲究说唱伴舞绝。那么第二关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选手们在这五大功夫当中挑选一项自己最强的，和其他选手一争高下。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说唱伴舞绝这五项，你们两口子最擅长哪项？绝。绝在什么地方？绝。到底哪儿绝？绝。得，问不出来了，看来人家卖关子。这个就哎，不是卖关子，这就是让你，你不想看绝的吗？啊。只有他们做了，你才感觉到哦，真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挑战开始。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东北二人转的转王。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你们可以随便的拿一些东西上来，然后我转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呀？这真的是好巧啊，咱们演播厅里边有这个东西。加油。工作老师，你这是不是有一点在挑衅？掌声不激烈，你们看椅子吧。还有没有？哎，啊，再转一个，什么东西？我能不能转？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哎，不是。能不能转吧？我听掌声。你太能挑衅了，你啊！戏上来转我还能？哎呦我！走起！哎呦我！哎。行，还行不刷他，回去。哎妈的！还、哎、你不说你故意？哎妈！那边，慢点走，慢点走。办也办了，对，绝也绝了，对。给大家唱一段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和支持我们。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小梳妆，站起掌声来敷衍。哦，我唱的是西厢，四顾无人。
要分清。耿夫人知道信儿，绣花板高大小莹莹、哦，吓坏了小红那个娘。七七胆大家齐会，八宝亭前叫一声，酒有恩爱难割舍。我祝愿大家猴年都吉祥，我感谢朋友们来捧场，感谢大家给我鼓掌，我在台上衷心的祝福你我哦。我祝愿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嘉宾，身体都安康。不容易，不容易，张皇赶紧拿个纸巾擦擦眼睛、嗯、我看你眼睛的汗流在眼睛里都睁不开了。唱歌的时候就那个汗掉那个金眼了，咱不能停啊，遭了点小罪吧。其实这就是二人转，东北二人转演员演戏的时候是把一腔血洒在舞台上。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东北的二人转艺人鼓鼓掌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苏豪上场。这变成武松了是吧？还自己一人来的？没有没有，这一场啊，我把我的黄金搭档大美女请来了，赶紧请上来。来吧，有请大美女登场。大家好。哎呀，啊，怎么称呼啊？我叫苏丹。是两口子吗？亲两口子。感觉苏丹苏豪应该是兄妹吧？这好多人都误会啊。对，这我媳妇儿还叫苏苏。本来想这么叫来着，太占便宜了，见谁见谁叫叔叔。你俩谁追谁当年？那毕老师应该有这种眼力，我这小伙儿，我追他。编导回来说好像不是这样，是吗？哎，咱们通过短片来看看到底谁追谁。咱们长得挺好看。谢谢。长得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元帅。谁呀？天蓬元帅。不，你会不会说话呢？啊，你上台你能不能夸夸我？孩子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我们演出啊，都会马上给我打电话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老是欺负爸爸呀？我说宝贝儿，妈妈在台上啊是做戏，妈妈这么喜欢爸爸怎么能欺负爸爸呢？大伙儿都说我是贤妻良母型的，其实我老公挺厉害的，真的，所以家里所有的事儿啊我都听他的，但是一上台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体型嘛就适合演那种欺负他的角色。打死你吧，你是不是老爷们儿？打死你，你不要脸，你去滚一边的去。我俩刚开始在一起搭档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会处对象。呐喊声让我听一次好吗？有一次我练功把腿弄受伤了，挺严重，然后丹丹就照顾我呀，把我送回家呀，把家务全做完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好，所以我俩就在一块儿了。但你完全被她的温柔击败，说唱伴舞绝，你们两位最擅长哪一项？擅长谈不上啊，就是都学过的。我们都行的意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打！武松我来到了、啊、这是景阳冈啊，听说这儿有只老虎它很嚣张啊，刚才我喝的白酒现在有点醉，先睡上一会儿又何妨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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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喝迷糊啦，在这荒山野岭黑灯瞎火的，武松我想吟诗一首啊，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耶，脑瓜子疼的不要不要的。谁不鼓掌我咬谁了，三天没吃饭了，饿得我是皮包骨啊，刚
才听见有人在那儿呜呜喧喧的，这是跟谁俩呢？看来今晚宵夜有着落了。哇！哎呀！啊！你是什么鬼？不要！你别过来，我打死你！恶虎扑食！喊过来！小小虫儿，拿命！你拿，你拿，你拿过来吧！干什么玩意儿啊？你给我放下！你瞅你那虎出！还有啥绝活使出来呗？逼我是吧？明子 ，come on！怎能经得起我三拳两脚啊！我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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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又活了去？你这也太不合理了！怎么的？就我这大体格子，你三拳两脚把我打倒了。等着啊，看，进！这也太短了，扎不透。看见扎！请保护野生动物，啥意思啊？老虎它不能死，那武松死呗。结局应该是这样的：武松来和老虎啊，成为了好兄妹啊。让你我保护动物，都做那文明人啊。转回身来，打开了箱子柜啊。哎呀，接下来让我的搭档丹丹给朋友们带来一个疯了。我真的挑两口子累的哈，呼哧带喘，我觉得充满了创新，就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武松打虎的段子，经这两位演员这么一改编，真是妙趣横生啊，就是哪儿不挨哪儿的一种艺术形式拿到这里头，我觉得可能给这个作品会起很大很大的一个效果。要想人前夺翠就在背后受罪，最受不了的是
什么？我觉得还是想孩子，想家。对，这是我俩最受不了的。那我们也这样通过短片来了解了解苏丹、苏豪啊，他们俩的背后故事。来，来，林多豪，嗯，高兴不？高兴不？大点声，高兴不？孩子成天就在外，就这个工作，不点就是过春节啊，能回来个几天，见几天面，完事又走了，把孩子当下咱就得给带。因为不带孩子带不了，太忙了。一看着爸妈回来呀、啊，人多直喊呐，这人多好啊！肉肉肉，臭臭的，你得学会拐弯啊！你不拐弯怎么过？有点速度，宝贝儿。哎哎，妈妈。哎，每次收拾东西的时候，都是等孩子睡着了，真不想让他看见我们收拾东西，然后他就哭。早上起来早点走，别让他看见，就别打招呼，要我们愿意打招呼，愿意走的时候心里不难受。真的很了不起啊，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自己要忍受着这个不能和孩子父母团聚的这样的现实。如果是没有父母帮你们照顾孩子、嗯、我相信你们不可能给大家送去欢笑。因此说，你们真的要发自内心对着镜头跟你的父母说几句。妈爸，你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多保重身体啊，我俩以后会经常回去看你们，想你们。妈爸，感谢您这么多年无怨无悔地给我带孩子，我知道您很辛苦很累，在这跟您说一声，您辛苦了。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好，我们有请第三组魏二田红上场，说唱伴舞绝，你们哪项最在行？乐器。对，刚才前面不说他俩以前是干乐队的吗？我们还是通过短片看一看他们这功夫背后的故事。哎，二哥，你看我要会这活得多好，就叭叭叭几步登上，一个空翻干下来，那全场不得爆炸呀？那得容易摔死。哎，媳妇儿，嗯，刚才我这车站回来，我看那有个老头，穿的破衣溜手，前面放个小盆，可可怜了。完事我给他五块钱。我一看那盆里我那票最大，你说刚才那个是我兄弟我俩拍一段二人转小品好使的。行那行，就怕上舞台容易凉。换套衣服感觉一下试试。嗯，排了哈。哎呀，这公交车没有零钱咋整啊？哎呀，有招了，你这点就有表情啊。谢谢谢谢，不用谢了，这回有零钱了。喝点水，这水我不喝，你喝，你喝，我这点水没学会，你自己喝吧，非打我啊！哎，干啥呀？我忽然想起来啊，咱俩能不能用那个水瓶演那个乐器去歌？那玩意儿能吹吗？哎呦，你傻呀？那劲儿太大，但是我小时候好像是个拿瓶子能吹响，吹响是能响，我感觉口有点大。哎，你把盖盖上。嗯，这位是。我这盖盖上，我试什么玩意儿？这一我整不整？你抠眼儿呗，看好使不？抠眼儿。哎，有声啊，有声有声。哎呀，别，真好使，好使！你让我试试来，让我试试。哎呀，我刚整响。你让我试试完事儿了呗？试试。你吹吧。哎，我跟你，我告诉你啊，你用这手捏，找窍门，找高低音符，使点劲儿捏，试试脚啊。
下来让我搭档给在场的朋友用喝水的吸管吹个小曲，不知道您是愿意听啊，愿意听啊，还是愿意听啊？替大家检查检查，人家以为是还音的，这是吗？就这么一个小塑料管。对对，我自己做的吸管。哎，还真是哈。但是照理说，这个就这个距离啊，你看差一点点的就跑调。对呀、啊。那你这个怎么拿尺量啊？没有拿尺量，就是做一百根吧，能成一根。这个引子有一个不准了，往下串点眼儿、啊，再往下串点，来回串。哦，慢慢那行行行行了，还能吹别的吗？可以啊。好、哦，那来来，接着来。我吹一段行不行？哎呀！一般唢呐你要不是不闭上嘴是一般吹不出音儿来是吧，有一段时间是张着嘴吹那个其实特别难。对，这是绝活，气脉不足是绝对不行的，一口气我能吹俩小时不带停的。你行吗？你行吗？我给你机会。不是，我当然不是那啥了。当然不行。当然不行了。潘老师行。潘老师，我潘老师肯定行。我以前我在演评剧之前，其实以前我也是也没吹过。潘老师在跑尊天以前演过一个叫奇冤异胆，那是我师父的作品。师父演过，您不可能不会啊。那就看你唱哪一句吧。就是那个什么，那怎么唱的，叫藏娃娃哎，在马上哎雨。潘老师接。你看也给潘老师难住了吧。哎，我这可能他唱的是卷系统里的《七声苍娃》里头，就是要账回家那么一段唱。啊，你再唱一遍我听。苍娃我哎，在马上哎雨。你见过傻子唱戏吗？哎呀，逗我的他。你再来一遍。大帅哥，还您来吧。喜气洋洋啊，丁楼讨账归来，我急急忙忙回家乡啊，讨的文银足有五十两，回家禀报爹和娘啊，我娘她借银子，她一定的新欢唱哎，耶耶耶，得里个里个咚，她一定新欢唱哎，呦呦呦，
哒滴个这个咚，要几两银子藏身旁啊，给宝山我的兄长，给侄男侄女儿做件花衣裳啊，再买点烧饼果子大麻花，再加几块糖啊，孩子们对待我就亲叔一个呀，哎呦呦呦，哒滴个滴个哒，就像亲叔一个样，哎呦呦呦，哒滴个滴个哒，气息不够用，绝对唱不了。就唱也是一样的啊，就他一惊一乍的，感觉那个咱们潘老师没吸气儿，哎，那雨龙又能来。我刚才唱的吧，就说中间透气儿的时候，气脉不够用的时候，可能我就用一些自己表演上的技巧把它弥补一下。我发现这个二人转这个当中也有这样的曲调。二人转是一个大框，他把各种形式的艺术，都可以拿来为自己所用。所用，我觉得得为二人转的这种兼容并蓄拿来主一鼓。那我们的第三关呢，就是即兴功夫大比拼。下面呢，我来宣布一下抽签的规则。现在呢，大家看到在我面前的玻璃缸里边呢，有16张用 A4 纸卷成的纸筒，每一个纸筒上呢都写有一个词组，每组选手呢都有3次抽取的机会。抽出的词语就是即兴功夫大比拼环节的3个关键词，你们要把抽出的3个关键词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现场演绎出来。准备时间5分钟，按照各位出场的顺序，张欢、笑笑，抽取3个，来打开，我来念一念。猪圈，猪圈，这个很可笑吗？猪圈，啊，猪圈，我们好，仿佛闻到了某种味道。这个大家都很熟，该吃药了，啊。朋友圈，好，来第二组。好，在这里呢，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呢由君乐宝乳业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即兴功夫大比拼。啊，有请张欢、笑笑。我们先来通过大屏幕回忆一下，你们刚才抽到的是哪3个词组？该吃药了、朋友圈、猪圈，会给我们产生很多联想，是吧？这么短的时间，能够给我们演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即兴功夫大比拼，挑战开始。第一次来到北京，我们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我们小哥俩送大家一副对联。上一联，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下一联，喝着君乐宝，看着表，咱们舒服一秒是一秒。横批，开心就好。哎呀，那边还有照相的哈。慢。哎呀呀，照相的，快。照相怎么办呢？摆 pose， 摆 pose， 谢谢啊。哎呀，真拿着。哎，快。哎呀，别立了。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们俩啊。现在咱们君乐宝正在搞大型促销活动。什么促销啊？喝君乐宝，开心快乐每一秒，知道吗？那位朋友，把我俩的照片发到你的朋友圈。然后现在咱们开始集赞活动，只要你集到88个赞啊，我们会全国免费包邮。我的亲嘞！哎呦我的妈！把你的照片发到人家的朋友圈啊？你是在变相的炒作自己、宣传自己是吗？你想火吗？你想以这种方式在人家的朋友圈里火啊？其实你不知道，我从小我就火了。你小时候怎么火呀？我小时候就开过演唱会。小时候开过演唱会？在哪儿啊？猪圈里。我是机智歌王，我看着什么我能唱什么歌。那请问你给猪唱什么歌啊？你听着，刀个刀个刀刀一把什么刀，刀个刀个刀刀一把杀猪刀。那请你现在看着我，给我唱一首歌。刀个刀个刀刀一把杀猪刀。停，现在是我，不是你家猪圈。给你唱一下。分明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美女，知道吗？爱上你这样的女人，给了你全部的温存，哪怕你有一天会离开我，怎么的？我会爱你到永远。真的吗？不可能。我发现你这种人，你今天有点过分，你知道吗？今天咱们来到北京了，来到现场了，来，你给大家唱一首歌啊。给大家唱歌啊？我要
你信不信我给大家唱歌，我唱完第一句他们都得跟我唱第二句。我不信。啊，五环唱行不行？你有病吧，你该吃药了吧。我给你唱一首歌。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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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灯它不停的那个在转动。这才叫唱歌呢。你有病啊。我没病啊。你是不是该吃药了？我没病。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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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那咱俩都有病。谢谢大家，我们回去吃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苏丹、苏豪上场。好，我们也通过大屏幕来回忆一下啊，他们刚才抽的三个词语是什么？磕磕碰碰、排练、树。抽到那棵大树啥的，我觉得哎呀挺难的，不搭不搭呀。不挨着啊。嗯。但是一说到排练，我就突然想起来。哎，想想我俩排练那回那个事儿。我想邀请我们主持人傅玉龙老师上来跟我配合一下。您现在呀，你需要给我俩配合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什么角色？大树。那不是道具吗？哎，这道具长得帅也不一样。那我也不能是枯树，啥没有。树叶啊，包装一下。来来来来来。哎，对，刮风哎。哎。那你管不管了你啊？别老动手啊！哎，动手也没动手啊？哎哎哎哎，媳妇儿媳妇儿。烫脚呀！腰啊！干啥呢？吓大家伙一跳！不是啊，我这腰不……哎呀，这么多人都在呢，这地太滑了，这地。什么？我让媳妇揍了。他说我让媳妇揍了，打听打听，我哪天不挨揍？说谁呢？说你呢？说我啥呀？我说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看看孩子考试考的啊！考试考得不好，你也不至于给我一顿大脚片子。你不至于，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啊？你有文化还说我呢？把中国人民银行念成个中国人民很行。你有文化啊？前两天咱俩去南京，路过长江大桥，桥上写了几个字：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你看他念成啥啊？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哎呦呵，坏，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我这当爹的有责任，你当妈的没责任呢。我这不是忙吗？是老忙了，一天到晚不着家呀。哎呀，我以为累成啥样呢，手上全是奖的，后来一打听打麻将去了。你自己说多长时间你没看见孩子了？接词儿啊，你说话。咱俩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一年了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提孩子，别提孩子的这个段子，我排不了。你看一提孩子就生气，那你想咋的？我想看孩子。就早说呗，我给我妈打个电话视频嘛。来来来来，妈妈，哎呦妈，你看我妈都胖了。我儿子呢？哎，我儿子，哎呦，你看我儿子胖了，胖了，哎，越来越帅了，像我吧？哎，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孩子不认识我呀，你跟他唠吧。儿子，在家好好听奶奶话啊，妈过两天就回去了，宝贝儿啊。哎，妈，我们演出了啊，不跟你聊了啊。行了，啊，这两天演完，我带你回去。真的。真的，一定。我山冷了，进来吧。通过这个即兴的小品，表达出了我们的心声。为了家，为了孩子，我们要努力奋斗。他俩利用这个小品的排练的过程当中，把他俩一个真实的想法利用这个小品体现出来，完成的是很漂亮的，
我想在做《转出好人生》这个节目，会悟出了很多很多，亏欠孩子的，亏欠父母的这些道理。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也来回忆一下他们刚才抽的三个词语：快递员、李逵、花果山。我感觉挺刺激，挺挑战自己的。挑战，这是一种挑战，是我就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是我们在平常在剧场舞台上能演的都。马上就到了，我是快递，到了，我到家，我下了。哎呀，谁呀？这是啊？我在这呢。二哥呀，哎呀，你怎么跑地上趴着去了呢？这不红红吗？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这个我撞你！哎呀，太有劲儿了！摔坏没有啊？没有，没有。啊，没事哈，那我就赶着送快递去了啊。哎，先别走，回来。你快递送完没呀？我还有一份，你还有几份啊？我这还有五六份呢，我得走了。你陪我唠会儿嗑呗。上班时间不许闲聊，不知道吗？我得走了。你陪我唠会儿嗑。我送完快递，我真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妈让我去相亲去。那不好事吗？好什么事儿？都107个了，我一个也没相中。一个也没相中？没相中。哎呀，不行了，不聊了，我走了啊。哎，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没说呢，你这么着急呢？一会儿我帮你送啊。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呗，说呀，说你得这么磨叽呢？我相中你了。你相中我，你喜欢我吗？你就相中我呀！我非常喜欢你。你我等你这句话，我都等了三年了。你等的我花都要谢了，我呀！红红，你长得太漂亮了，太好看了。你是说我今天特殊好看吗？对，非常好看。是吗？嗯，因为我今天刮胡子了。你可得吓我。逗你玩呢，你二哥，你知道吗？嗯。你不知道，这三年来我每天都做同一个梦。做啥梦啊？梦见我们俩是一对几世的恋人。哎呀，是吗？在梦中，800年前，我们俩在花果山水帘洞。一见钟情，哇，太浪漫了！当时的你是一只小公猴，那你呢？你傻呀，我是一只小母猴。哎呀，我们两个人快乐的在一起，偷桃子，这棵树蹦到那棵树，那棵树又蹦到这棵树。有一天我们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猴王孙悟空发现了，哎呀，说我偷的桃子，拿那金箍棒就撵我，那把我吓的，是吗？我就拼命的跑啊，那我也得跑啊，我就拼命的撩啊，那我也得撩啊。忽然白光一闪，你没了。妈呀，穿越了，那我哪去了？在我面前闪出了一座小房，我推开门我就进去了。啊，当时我发现你长了满脸胡须，拎个斧子和宋江在一起喝茶呢。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梦中情人是一个盖世英雄。那是哪位大英雄啊？李逵。第三组田红还有魏二，他们两口子可能会获胜的几率比较大。好，那么现在三轮大比拼已经结束，现场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啊。那到底谁会成为本期的最佳人气选手呢？那接下来我们请傅艺龙带领大家现场投票。每一位观众上台来领取一个乒乓球，你喜欢哪位选手就把乒乓球投给哪位选手。那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好，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三轮激烈的比拼，今天的人气选手
已经产生了，那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三轮激烈的比拼，今天的人气选手已经产生了，那就是苏丹苏豪。好，那么下个星期六在转出好人生的舞台上，比拼依然上演，精彩还将继续。我二人日久生情，经常在一块儿啊，一天要是见不着，抓心又挠肝。不是蹦墙响，不是蹦，不是蹦墙。